我慌乱心中还在痛的角落，请看，这么熟没问题了。我说我今天过关，绝对不假他人之手。嗯，那个三选一现在就可以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第一关先不要选，第一关要有一点点士气。所以我就确定就是这个答案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是最爱唱台语歌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一次来给我们出题都要唱。那你自己如果出专辑会选台语歌吗？我想要唱啊。你觉得你自己的那个唱台语歌的腔怎么样？唱不行啦，唱的腔调没有、台语歌要有一个味道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个味道，但是讲我会讲，平常我是常讲台语的。大家给陈国华老师打个昏。这首歌大家这么熟，一听就知道你唱的好不好。哎呦，1995年，这首台语歌是男女对唱，叫做《爱情现实批》。嘿嘿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来送唱。讲我袂，卡想嘛你一人。一句。像一首春天的风在吹。唱。只好写着一张爱情的现实批。敢跳，就敢唱，唱的不标准。王小维进入奖金挑战赛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跨入另外一个领域的王少维同学，其实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，就是我准备了一年，我今天已经成为音乐人了，我要带来自己最新的创作，自弹自唱，帽子跟自弹自唱的面包送给哈林哥。请问这跟音乐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啦，其实我这一年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面粉界打滚，对，经营我的面包店。我今天不假他人之手，靠我自己的能力拿下那30万块。而且因为你今天那么特别，说我没有给你特别服务，别人来都没有。你没有过关，上面会撒面粉。哇，既然是面包店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不好？让我回忆到以前的节目。本节目也有哦。唱歌的经验告诉大家，在模特儿之前我有比赛过。成绩怎么样？就是那个橘光国小合唱团比歌唱比赛第一名。好，国小第一名，能不能当百万大歌星？开玩笑，请看，生意头脑顶赞歌手，就是跟你这种啦。除了唱歌以外，我跟 Jacky 一样，先暖身一下，先唱一下 KTV 热门点播。KTV 排行榜，请看。别爱我，郑中基，男人与共狗，陈小春，你不在，王力宏。怎么样？你不在，你不在，男人与共狗，我都不太会，我只会整个念一遍呐。别爱我，郑中基，1996年的别爱我。大家把手借给我好不好？演唱会，你要幻想自己在演唱会里面，等一下再拿 CD 上来给我借。那危险的美我曾见过，也因此留下了伤口，爱情依然是传说。请注意，就别再触碰。我慌乱心中还在痛的角落。呀，不愧是国小第一名啊。我在做面包的时候啊，不要再讲了，请把11个字告诉我。我慌乱心中还在痛的角落，我慌乱心中还在痛的角落，请看，这么熟没问题了。我
说我今天过关绝对不假他人之手，嗯，那个三选一现在就可以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第一关先不要选，第一关要有一点点士气，所以我就确定就是这个答案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王国华，你刚刚唱完，我正想说，哎，我觉得还蛮顺的，你唱的比鸭子好哦，哎，蛮顺的呢，哇，怎么这样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样没错，你看 Jacky 他也不能当人上人，就当人下人，至少要让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。我可以看一下正确到底差几个？等一下。这个时候就是让观众解答的时候，观众答对了就有3000元奖金。3000元？谁会？我会，没有人会。又没有人会啊，这个歌没这么古老吧？我会。安钧璨会不会？安钧璨不会啊。我会啊。谁管你啊？这边有人会对不对？哎呦 ，Terry 会吗？我会。你确定我有唱错吗？有一个字，差一点点。对，最闷。Terry 上来唱。Harry， 我跟你讲，我上次就输在这首歌。你对，刚刚已经放了很多炮，你再给我不会唱，我会叫班长好好处置你。我告诉你，请唱。我荒凉心中还在痛的角落。好了，谢谢 Terry 给我们的解答。咦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下次一定要再来。哦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觉得我下次会让你来。我这因为上一次准备了一年，这次准备2年。哦，不用拿任何东西，差一个字哦。还拿把面包带回去啊？太夸张了。面包带回去。Sam Uncle Sam。对啊，那个汉哥，因为哦，我这个今天可能那个宣传太少，这个再让我带回去。你下一个节目，等一下，我再拿来送你。王少维同学，一题都没有答对。Sam 啊。送给他面包跟帽子，请他好好准备一下百万大歌星。安可生。